邀请到的客人有小薇姐姐。Hello， 欢迎。还有小冰姐姐。还有可爱的小朋友 Toby。Hello， 嗨 Toby 好。永远是笑容可掬、举双手的 Toby。很开心今天又看到你们呢。对呀。今天我们要做的东西呢，是跟喝的饮料有关的。嗯。那有没有创意？有创意。夏天的时候。就是要做有创意又简单的饮料来喝，要有消暑的效果啦。嗯，那 Toby 喜欢喝哪一种饮料？嗯，苦的，苦茶吗？喜欢吃珍珠吗？喜欢。对，那西米露嘞？也喜欢。哇，感觉比较喜欢西米露哎。而且我刚才有调查了，小冰姐她喜欢的一种食物，我刚好有准备。哦，真的吗？香蕉哥哥，每次都这么刚。就是很刚好，没关系。可是待会做出来的样子又不一定了，对呀、啊嗯，加油哦！好，谢谢。那现在我们就要准备上菜喽，厨艺大家拼，看看看看看看。今天要做的是创意的饮料哦，所以你看我准备了这个。果汁机要做什么呢？因为我刚才说我准备了非常好吃的食材，就是采下来的芋头里面再煮过加蜂蜜。我好爱吃芋头，上山采芋，小弟弟也喜欢吃的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呢，你喜欢对不对？你加多一点，就把它倒进去，大概呢加两汤匙，是不够的，全部好了。那我接下来就把红茶加进去，因为呢，我们已经有加那个蜜蜂蜜，所以我们不要用甜太甜的。所以这是无糖的吗？无糖的红茶。对，加进去。我没有喝过芋泥加红茶，哎，没有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当然它要加牛奶才会好吃。还要加牛奶？对，红茶加牛奶就变奶茶。加进去之后呢，好，因为我让它冰一点，所以我放一点冰块。就有冰沙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一点点。那我今天要做的呢，就是绿豆沙西米露。哇，西米露，对，西米露的热量呢，比它刚刚那个芋香啊，就是芋头再加上那个粉圆啊，热量还要少一半，所以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女生来食用哦。好，那要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准备这个绿豆沙，绿豆沙，然后呢？我挖一大瓢放进去，好，哇，这样绿豆味很浓哦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红茶，一样是无糖的哟。哇，好赞哦，适合女生。对，差不多倒一半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当然我也要有牛奶，牛奶也倒一半。好了，像这样子，我也要把它打一打。那我不用加冰块，因为我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秘密武器。好，那我要开始打咯，一二三。哇，这果汁机好可爱。对啊，因为有绿豆沙，虽然它打久一点。嗯。好了，好，那把它倒出来。哇。我准备了一个这个，就是我们平常喝泡沫红茶摇摇杯。嗯。然后把它倒进来，倒到摇摇杯里面。好，然后呢？加一点这个冰块，那喝起来呢更特别。那当然呢，还有这个，噔噔噔噔噔，西米露，晶莹透亮的西米露，而且有脆脆的感觉，对，没错，这个视觉效果很好哎。好，然后把它盖起来，摇一摇就可以喝了。好容易哦！哎，那我要来表演摇一下了，因为我刚才就是我们那四个字，帮我讲一下。上山采芋，却踩到珍珠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加珍珠在里面。好，所以呢，你看我准备这个摇摇杯，那还是要准备先冰过了、啊，冰过了会怎样？上面会起雾啊。外面会有结冰的感觉。等一下吃才好吃，很冰凉，然后加一点，喜欢多一点吗？多一点好啊。好，放进去，很 Q 很 Q 的珍珠。然后呢，再倒进去，看起来很好喝哎。里面有加点冰块比较好。而且那个芋泥打得好浓哦。真的，对，芋泥真的会很好吃。然后这个摇一定要这样子。好，出去表演好了。又要来一套了，是不是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很专业。香蕉哥哥，香蕉哥哥。怕它散开，哇，它贴住了，摇一摇，是要这样摇比较不一样吗？Toby要不要试试看？哦，
不要不要。好啦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吧？好，可以了。你说再摇下去就完了。因为我的心肝宝贝，他已经好了。我也会摇，以为只有你在摇。哇，小兵小姐姐，你在摇，快点，你摇曲线屏，摇摇摇摇摇，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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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盘子端有什么厉害？单手一次拿三杯。哇，男生手比较大。对。等等等等，那现在就马上到了我们的试吃时间。都比你先尝，这是香蕉哥哥的哦。好紧张哦。有没有喝到珍珠？对，要喝到珍珠。有没有喝到芋头味道？有吗？嗯，有哦，颗粒对不对？嗯，很不，有没有很甜？好好喝哦。没有，不甜。好好喝。真的不会太甜才是重点。我的呢，好紧张。我确定你开店真的会赚钱。真的真的。芋头很浓。好，你现在喝，先让托比喝。等等，喝这一杯。好，这一杯喝这一杯。好，那是第一杯做的，所以一定最好喝。对，来。可是看到那个西米露浮在上面，真的看起来好好喝。可是上面的口感打得很。对对。好脆哦。真的，西米露对很脆，太好了，是脆的西米露啊，因为就是不是这个口感特别，真的比较特别，没看过，真的，我也好想喝哦，好好喝哦，真的好好喝，它脆的有点不真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好像那种不知呢，就不像那个本源，它那个会有这样咬劲，很像日本料理的鱼卵，而且小小一口，对对对，不是那种。很像日本料理的鱼软，鱼软高级食材，然后吃起来很清凉。它的绿豆手卷，对，哇，我跟你讲，不甜，对，入口即化，又有脆感，对，又很消暑。好，可以投分了。哎，我们今天真的做得很成功，哎，真的太棒了，真的很棒，两个都成功了，耶！好，那可是呢，现在还是要投票。对啊，那你们赶快喝一喝，决定一下心中今天获胜的是哪杯饮料。我已经决定了，真的哈。哇，小薇姐姐，那我们赶快一起来倒数吧。好，一起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可是香蕉哥哥做的很职业，真的哦，有职业的水准。还好我都选到你喜欢的，而且我觉得就是忠实的芋头香味，真的真的，谢谢。他是被芋头所迷惑了，真的。人家香蕉哥哥用心哎，对呀。不过我看到现场人都一副好想喝的感觉，对呀。那我们来给他们喝喝看，好好好啊，等一下就给他们喝。不过刚才我们考验完了，接下来轮到你们喽。嗯，好，那现在赶快就跟着香蕉、水蜜桃、小薇、小冰。一分钟玩创意，耶！来到了一分钟玩创意的时间了。今天要挑战的人是小冰姐姐，欢迎你。耶！小冰姐姐今天要做什么呢？看起来有点紧张。小冰姐姐今天准备的相当的是有一点难度和危险的东西，就是小朋友如果真的要做的话，拿刀子一定要小心。哦，对对对。小冰姐姐一分钟计时开始。好，小朋友在家呢可以准备一颗柠檬或是一颗柳丁，然后啊用刀子啊把皮跟果肉切分开。但是切到三分之二的地方就要停咯。好，不要切断。对，切到这样三分之二的地方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剪刀，剪刀比较安全也比较方便，从左边往这边，右边切到左，切到右边，但是不要切断哦。然后细细的再从另外一边，剩三十秒钟。好，我们的闪电侠到底还会不会断呢？对啊，会成功吗？会啦，一定会成功的。DIY 高手用剪刀剪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对啊，还是用剪刀真的顺呢。真的。二十哦，而且比较安全，对，来得及。你看大家讲话的时候，西瓜不是香蕉格格一直要计时，很讨人厌。因为要六十秒啊，就是一个有创意的人的，完全就是被抹杀掉。七。好了好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长得很像皮卡丘的尾巴，有电力，真的像哎！而且您知道，这柠檬汁挤进去的话，变柠檬红茶又更好喝。哎，对耶，真的。哎，那我们应该请 Toby， 你喝喝看吧。来，什么脸？你说下你的感想，你先喝。其实小朋友有时候吃太多高热量的东西，弄一点柠檬还真不错。对，而且夏天到了 ，Toby 不用喝光哦。好喝怎么样？太好喝了，好喝。哇，好棒。
我觉得这样轻很简单的果雕啊，就可以加重一杯那种果汁的魅力。对，那种视觉效果，小孩子看了都会觉得很可爱，而且在夏天还蛮解渴的。嗯，而且取名字叫闪电柠檬汁，听起来想说到底什么？什么？真的很有创意，看起来真的是闪电的造型哦。对。对啊，夏天很热的时候呢，妈妈跟小朋友一起来试试看吧。好，那小朋友记得下次同时间还要收看我们的快乐魔法屋。拜拜。我是月亮姐姐，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记得按这里的订阅，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另外还有很多更精彩的节目也都在这里哦。